这一次我们连横破格重行动的主要目标就是陶子晴，是玫瑰帮里面最酷的冰山美女。孟小虎老师，最好老实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偷拍学生啊？因为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害他。陶子晴，你到底在干嘛？现在开始，我会好好的盯着你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你不要太过分了，你！啊！每周一到周四晚上8点，还是神仙老师狗。